熄火下车，先查身份，结果发现驾驶有毒品前科，找规定得暂时留置，好好搜车。关掉你了，关了八年了，不要再用了啦，好不好？不用啊了，你看干嘛？有啊，还是不要休息了。戒得掉吗？ 连讲两次，关了八年，看似学到教训，原来眼前这位简姓驾驶之前从国外走私海洛因，在机场被海关揪了出来，法官因此重判12年，八年后假释出狱，以为他真的学乖，不再碰毒，但下一秒却突然出现奇怪举动。又被警方搜出了安非他命，这下子没办法再狡辩。谁的啦？好吧，哎，好吧，不好意思，你也照程序了哈。 关了八年还不学乖，出狱后又染上毒瘾，还打算在涨价前先多买一点。没有想到开车碰到警察，还想套交情，说自己早就戒毒，但最后还是难逃法网。假释破功，得再回牢里蹲。记者史长河台北报道。